吃吃，该喝喝，一起轻松购物车。买买买，拆拆拆，我们快乐把箱开。哎，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比较特殊了，叫做一起客厅狂欢吧。哎，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喜欢宅在家里，是的，是的，探究一下宅在家里的乐趣，体会一下就是有哪些东西能给我们在家带来一些小美好。第一个东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电子宠物。你小时候买过没？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妈呀！妈呀！妈，这样忽闪忽闪的呢？像是有点像那个全息投影的那种感觉。妈，这干啥呢？妈呀，这太电子了，这啊！你还可以摸它，就是你看打开。先打开，完了从左到右扫一次，从左到右轻扫一次，扫了。它是不是有开场动画？摸宝石顶部。哦，摸了，然后呢？你摸。哎呀，有点破碎了，你看。那摸坏了呢？它咋不出现这个呢？它是这样这么摸的呀？是啊，反复轻柔顶部边缘。哎呀妈呀！快出来了！还出来了，睡觉呢。行，又回去了。哎呀妈呀！退出试玩。啥喂食啊？我还没明白呢，没出啊，啥玩意儿啊？你先给它摸出来吗？我说，咋摸呀？就这样啊。还出来了？出来了，又出来了。还是摸呢？糊糊的，还睡呢。完了，没电了。这电子宠物还不太灵敏，不太灵敏。它这形式挺新颖，对，妈挺费劲呢，你来吧，有点没有耐心呢。但我估计同类型产品，你看还有什么使用宝石解锁20位朋友啥的，啥呀？还进化呢，还能？不知道。绵绵刨冰机。可移至冰箱解锁不同口味原装冰，我看，那它是得打开吧？是把咋把冰放里头啊？太简易了，这个太儿戏了。塑料能行吗？这像做过家家的，这个是不？你很难把它当做一个真的做吃的的东西，它太像一个过家家的东西。你要不求点行吗？我去拿去。哎，那个是干啥的？这个、那个不是这个，这底下接着的吧？是吗？那它就是个碗呢。有酸奶的、草莓的、芒果的、西瓜的。水电。酸奶吗？嗯。啊，这是那个干这个用的。刚才看的。那它是。妈呀，咋放啊？拿出来，这拿不出来呀、啊？挖出来吗？真假的？不行，整一地。它拖不可不，它不可能拖出来，这冻得杠杠的。能吧？这刨冰吃的挺费劲的，刨冰。这是个硬的呀，它不是那种软的，不好整。你再给这整本体整坏了，一会儿就不用刨了。哎，不咋行。这是倒出来。行，来，那把这个拿走吧。放桌上。来。
哎，倒出来了，好了，来吧，就这手动爆的啊、哦，不能吧？我把这插上，扣上了吗？扣上了，那拿那摇呗。啊，反了，好了，转，妈呀，不行，在这呢。好像没卡上，再来一下，这回行了，卡上了。哎呀，这太像过家家，这太适合给小朋友玩。你使点劲。那小朋友有能有我这大劲吗？有哎。哎呀，行，可以。你还得稍微快点，它出的少，完了还赶不出赶得化。嗯，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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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好吃吗？就它那个雪花冰的，我觉得能，不就那种绵绵冰那玩意儿、嗯，差不多了，挺多。你看，整出来这么大一杯呢。行，给你一个勺，给我一个勺，咱们品尝一下。勺。嗯，不错。酸奶。嗯，苦尽甘来，可以。那、哎、挺好吃，你别说这玩意儿打成这绵密的，是好吃哈、嗯。嗯，挺好。那你这个，你要时间长不打，它搁里头还化了，完了你都是对。这挺扛吃是吧？有点像手磨咖啡豆那种感觉，嗯，挺解压，千斤顶子，嗯呐，但这挺好玩儿，挺适合搁家里。老累了，这那这吃这一碗太费劲了，它倒是不卡手，对，但是就是出的慢，这挺适合给小朋友玩，真挺适合。哎呀，又一大碗，给。他整这杯有点整大了，嗯，他。带这么老大一个杯，嗯，好吃。这勺有点太深了，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僧，嗯呐，这个大的是什么玩意儿了？哎呀，我都给我整的都是点累了，气喘吁吁了。这里面有个弹簧掉出来都没耽误哈，掉出来。这弹簧没装进去，但没耽误使用哈。它可能就增大它那个压力，有可能吧？怪不是不是你累，是因为没装过弹簧啊？那没有地方装弹簧吗？不知道啊，就把冰放里头啊。这是啥呀？阿童木的鞋吗？哎呀，这得再打一下。哎呀，足疗捏捏鞋。它能泡脚。它能泡脚？就把鞋把水放在鞋里头，完泡。不是吧？是。就捏脚。水浴靴，你看这叫。是吗？啊、嗯。我还挺想泡脚。把水放里。完了能那个啥，还挺热乎的、啊、你这是、啊、我这是用左脚吧，我试试。妈呀，挺热乎，看看力度开始按摩了，开始按了。这要能泡脚还行，嗯，像阿童木这鞋，嗯，挺舒服，有点重、嗯、那个力量，但是能泡脚。我看，哎呀，还挺好看。主要你这个还能走，你不能边捏边走。我走。但哎呀。这挺沉呐，这不能给踩坏了吧？不能，它不就是主打就是能走吗？是吗？嗯，边泡脚边走，你可能不泡呗，按摩。哎，挺得劲儿，这个这还行哎，嗯，不能漏电啥的吧？不能，这挺好。水浴靴，还水箱。但我感觉这水浴不知道啥样，我就怕它地方不够，完贼呼的上。
就你想的就像鞋进水了似的，还不是那种说搁里面灵活的泡，我就怕这一个它像鞋里靴子里进水那种感觉，就贼难受了。那肯定，那你周围感受到的都不是水。对。那你没招，那你就得挺着了。那挺好。还可以。开了这么多，毛老师，其实咱们毛学旺客厅就有可以足不出户但是嗨翻天的好东西。啥呀？那必须得是咱家这个新款巨幕手机华为 Vision 智慧屏4，它不仅搭载了先进的灵犀指向遥控，在家这玩大手机可快乐了。展示一下吧。行。首先你就看啊，就这个超级桌面功能，这个就特别好，手机扫码一下就能连上。哎，你看啊，就这么一连，手机上的应用就全都能显示在这个智慧屏上了，而且还不占内存，手机上应用都可以直接玩。那除了看剧玩游戏，还能直接在智慧屏上刷短视频、点外卖，对，跟玩手机一样吗？对呀、啊，正好刷个毛毛视频吧，看看视频，看看啊。来了，这灵犀指向遥控老灵敏了。你看我往上一滑，啊啊，完就下一个，完了你看它还能拖动拖进度条，看，你看我想拖哪拖哪，太精准了啊！不仅是灵犀指向遥控很精准，它这个超级投屏功能也很厉害，能4K 超级投屏，嗯，超轻、超快、超稳定。我现在给你演示一下这个投4K。嗯，哎，你看啊，我现在。比如说咱们选一个吧，选一个购物车吧，投屏投到微神智慧屏4。而且你看啊，它现在不是本来是 1080P 的清晰度吗？我都能给它投成 4K， 你看啊，就可以投成 4K， 老清楚了。投屏能投 4K 的，调整相当清晰，操作真简单。嗯，家里有一台这样的巨幕手机，颜值功能全都在线。出门咱们都用小屏，在家还是得大屏才过瘾。嗯，还得是咱们毛学旺的门面担当啊。可不吗？真不错。哇，还有点出汗了，整个就挺你热乎。哎呀，真不错。行，今天这个宅家好物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都挺好。华为 Vision 智慧屏4尤其好。不买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开心不停买，下次接着买，拜拜。哇，那一正好出身，活泼了，没大吧？但我感觉它活跃了，肥了呢，感觉。放缸子，但是不得用那个黄缸。那好，黄缸密卷啊！今天晚上搁家做数学题啊。用黄缸子。这屋，这也是新的吧？是。这个棍儿也这个立起来了，大棍儿。这是新打的吧？嗯，烤肠机给咱换了，撇着，换好的了。这个你看之前那太埋汰了，这个好换好的了。你这里还摆了好多小花花，真花啊，这是。是，妈还真花，可以。这是在横店拍的吗？应该是吧，大差不差，或者象山之类的。基本上横店就是象山了吧，应该没有别地儿了。王先拍古装吗？我不怎么说呢，他我没有严格来说没有拍过古装，但是他有点半古装吧，他玄幻嘛，那个斗破苍穹啊，斗破苍穹，对对对，算古装了，也算吧，是反正靠点边儿。然后就在横店待了一个月，那个，然后这个应该这不是高老师吗？是吧？是高曙光老师吗？是，对，他也在我们那儿演的我们药老。哦，他演的药老。对，他演的药老。哦，这个也在川哥，也是在《斗破》里演的海波东。你俩在这守好、啊。对，川哥，那就他。那他应该是个挺重要的角色在这里，但已经忘了。就是有很多非常，就是有很多老师，他们就常年在横店，
对，基本上都还有在那儿就直接扎根了。对，都住横店什么的。有一些老师，因为新横店人，就是他们。为啥叫新横店人？不都那么说吗？对，就是来了深圳就是深圳人，来了横店就是横店人那种，你知道。我看他们反正挺有意思，我在底下看他们打。对，就是反正这个运动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我以前是看。但是我看其实基本上就是看热闹，嗯，但你后面其实你正儿八经学这个东西吧，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它这个里面的讲究还挺多的，还真不是你所可能视觉上看到就一顿乱捞，嗯，就是里面其实有特别多的就是它的那些你看不到的细节，而且全部都是要练的，就是它不是说你凑巧它就你知道吧就大力出奇迹这种，它全部都是有这种，所以就是特别有意思它这个，而且又解压，他没有那么无聊。你打靶很爽的，就是通常是打谁呢？打沙袋还是打教练？你比方说你有教练嘛，教练他就会给你拿个靶，嗯，然后你就打靶就完事了。然后如果没有人，就是比方说一般教练，就比方说你自己一个人去练，那你就可以打沙袋。这项运动我其实觉得我也蛮推荐给你，就是我是对特别，他特别减肥，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 H I T 运动，就是它可以急速减肥。嗯，我现在也胖过，主要是以前你胖过吗？我胖过，小时候胖过，有胖过。我感觉你现在不追求瘦了，已经。我现在追求壮。哎，有一次在老板家，我跟马步谦，我说马步谦是不是瘦了？我想说客气一下，给他吓够呛。我说瘦了吗？我瘦了吗？完了。对，是原来不能说瘦了，你当时不太想瘦。对，我当时是想壮，我当时你只要说我肌肉很大，就是我会比较开心。感觉男孩过了一个年纪就开始追求强壮。男孩好像一直都不追求瘦。没有追求瘦的男孩吗？没有。我跟你说，男孩哪怕他稍微有点胖，他都觉得自己是强壮。啊，是因为像在健身房里，就是你经常会看到这种鄙视链，就是比方说，就是刚开始健身的时候，就比方说这个重量其实没有多重，但是你就是因为你要喊出来嘛。然后你就很明显发现旁边的眼神嘲笑，就是那种大哥，就是这重量还要喊出来吗？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鄙视链。去健身房压力多大？我一开始练的时候，你知道，就第一次听到说要吃30个蛋白，我都疯了。你咋吃啊？吃不下，就是你吃不下去，你知道吗？就是你吃第六个，你就基本上已经开始就，然后打成糊糊，然后还有那鸡胸肉打成汁的，那更难喝呢。那个实在是就是很反人类的。就是健身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还可以吃一点你想吃的东西。以前就真的是饿自己，刚出道那会儿，因为那会儿我们都特别瘦嘛，每天就是属于那种心情都很不好。对，因为你没有碳水，它没有糖的来源，你吃不饱饭真的会脾气变差，真的会就脾气，而且那时候以前都是强忍着，就是要特别还要高兴，还要高兴，那其实心里都炸了，你知道吗？就那一种，你知道吧？哎，他叫什么？他叫元宝。元宝，这大紫茄子。嗯。这个带了两个绒毛玩具，谢谢大章鱼。哇！哎，对，其实我刚刚都没有看一看。呀 ，T 哥啥时候结束的？十月底，十月底。对，你俩一组吗 ？T 哥不在一组，我们不在一组。没有，但是你知道最逗的是，我这个一直没跟你讲，我当时记得 P 哥第一天的时候，当时我们在那个化妆间，就当时大家都藏起来说不能知道谁在嘛，然后我有看到你，然后我跟你 high five 了一下，然后我说哎，后面可以在节目跟他好玩，但是我整季节目再也没见过，我真的见不到他。为啥呀？他超忙。我超忙？你忙啥？忙啥呢？就除了练舞就是练舞，他除了练真的 uncle 除了练舞就是在练舞，然后结果到后面每次都是他们舞台最精彩，就很多的时候，没有，就是我，我们一直在里面表达一个事情，就是想赢是一个概念，嗯，但是因为赛制，以至于如果你输了的话，你可能你的队员要淘汰，嗯，所以我不能输是另外一个概念，这是两件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压力来自于我们想要呈现一个我们想象中好的那个作品，嗯，所以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对，大量的排练，然后去做到就是
因为就像 rap 容易忘词一样，舞蹈也可能会忘了动作、嗯、那你怎么样在一个有现场有观众的一个有没有那个也相当于直播了，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能够做到就是展现出来我们想象中那个美好的那个样子、嗯、所以那个是有压力的，不能输也是另外一种压力、嗯、但是不是对我而言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竞赛，否则的话我们的那个团名就不会叫做 Have Fun， 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想就是尽量的就在每一件事情里面去 Have Fun， 去享受那个过程，然后把那个结果做出来，输赢其实对我们这个 group 来说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嗯，挺好。哎，你们身边有那种特别爱组夜宵局的朋友吗？没有。何老师算吗？陆安姐？何老师不算，何老师不算夜宵局，何老师晚饭。这是晚饭、啊、对对，因为每次你好心情嗨溜结束都比较早，他们其实没有那么晚。哥，你那么嗨溜对吧？当然，对吧？那你那个饭去了吗？没有，不，我因为说的好听叫做生态管理，嗯，说的好听，嗯。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 social， 啊，嗯，就是。大家不管是爱喝酒的不爱喝酒的，但是在那个场合可能都是要稍微喝一点。对，我觉得微醺喝酒喝到微醺是最开心的，但是你的微醺跟他的微醺跟我的微醺可能不是一个量。没有，我可能喝一点点，我喝个一两我就已经差不多了。嗯，然后但是在那种场合你可能就是大家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然后而且大家还要，哎呀，就是你还得不停的找话题。因为桌大了，没有人说话会很难受的。但是三五好友一起，那这种是可以的，那种无所谓，因为人少。嗯，那大圆桌突然间空气安静了，谁有社交责任感，谁就得赶紧说句话了。那你这一桌坐那么些主持人，还能让长？啊，你说何老师，何老师那不会。我觉得好的演员是充满可能性的，因为其实演员是一个。帮导演说故事的一个职业，是，所以我训练我自己成为那个说出我可以的人。就导演今天会有1000个导演跟你提出1000个要求，嗯，但是我的职业是帮导演完成这个故事，所以我必须说我可以。导演你希望怎么样？我可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确实很难，就是我有一次去拍一个，就是，也不是，怎么这么匪徒欲言又止了？我怎么描述他呢？就是另外一个人拿枪指着我，然后他在我的那个后脑勺安了一个血包，所以他等于他一开枪就直接就打穿了这样子。然后那一刻就是我想象中那一刻，他当他那个枪指着我的时候，然后我应该是疑惑、不解。愤怒，然后不相信，然后等到他开枪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所以他我要自己演出那个中间所有的那些情绪反应，然后，对啊，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只要想象那个东西有个东西会直接这样子怼着你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嗯，你会忍不住想要闭眼，对，本能反应，哇，那个对我来说是那是我。可能很长一段就是表演的过程当中的真的是有一刻是我是没办法说出我可以，这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挫败，嗯，然后但是让我们拍了三次都我做不到，很难，这个确实挺难的。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觉得自己还是个新人，因为有太多东西你得训练，嗯，演员是一个他的准备是包罗万象的，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部戏我可能接到什么样的角色，他会对我有什么样的要求，你只能尽可能的去，包括情绪上啊，包括体能上啊，包括技术上啊，去朝着某一个方向去训练。嗯，等一下，我上次有去看 Uncle 的话剧。哦，你看了。他说那个练那个乐，他因为是关于那个琴，对大提琴的。我当时我记得我到后台，然后我也听你经纪人讲说，因为你这个你也练了一段时间。我练了一个月，对，是。然后你又要拉，因为我饰演的是一个低音提琴手，所以我要会拉低音提琴。哦，那个也要在现场拉，拉，哦。那你拉的那个，他所有的声音都是你现场拉出来的，没有任何的配乐。没有配乐，没有任何表演的，
就全都是现场的。对对对，全都是。那你还要控制自己那个不能拉错。尽量啊。啊，尽量也拉错，也拉也拉错啊，偶尔也拉错。现场的魅力了，那就是的魅力。OK， 西红柿，西红柿，其实西红柿因为它的皮呢是纤维比较粗，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西红柿的时候呢，会先在先会在比如说在上面切一个十字，然后用热水烫一下，它就很容易它就会翘起来，它就很容易把这个皮剥掉，然后再把它切片。但是这个呢，因为我们只要它的味道，其实事实上不吃西红柿，所以就是可以不扒皮哦，就是。但西红柿是什么？到时候做完了还得把它捞出来。不，也可以吃，就喝汤了。我超爱吃西红柿，所以哦，也可以吃，也不是说规定不能吃是吗？哦，可以吃，当然可以吃。你吃东西哪有是规定是？我还规定你不能吃什么东西？西红柿就是不能吃，把它捞出来不能吃。今天是世界无西红柿日。OK， 就两已经很满了这个锅里。没有，它其实呢就是还有还有看个人喜好，可以这么多内容啊，可以放白菜或者是高丽菜，所以看你们喜欢吃哪一个。看你哪个是平时会吃的。对，平时会吃的，我喜欢吃这个白菜的这个梗。行啊，那就放白菜。如果煮烂了以后呢，它会吸那个汤汁的味道。如果锅稍微大一点的话，会把整个叶子放进去。哦，对，那这个的话，但是这个因为锅子相对来说就是小一点嘛，而且空间剩的不多，我们就只吃梗的部分。行，对吧？我第一次见到吃白菜只吃梗的。对呀，就只要这样啊，反而是只要这部分。对，因为我喜欢吃这个梗，这个厚的这个部分。对。对，这个然后加水，哎呦，好健康的一锅呀！肉放进去了吗？放了。然后调料的话是等后面再放，还是说你可以先喝原味，然后再决定按照你这个味道、自己加，你自己调那个，就加点盐。钠含量这么少，那这个确实很健康，这个第二天绝对不会肿啊！对，而且它又非常方便，你只要有锅，有锅，有这几个食材，然后也没有什么讲究，就是反正就是切完了之后，是跟乱炖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再来点豆角就乱炖了，茄子豆角、西红柿。所以是不是看起来就是很简单？对，而且很健康，确实是很健康。对，什么该有都有。尤其我觉得这个汤吧。暖心暖胃，对，你爱吃吗？可以干吃，西红柿好东西。酸吗？我爱吃酸的，这个应该不酸吧？看它那个色儿，应该不酸。哎，你们会在二手平台交易？会啊，你们会吗？会。上面好多人囤那些，尤其是有就是那种比较小众的赛道啊，对，就是什么呢？比如那个张晚意来，他玩那个推牌那个东西啊，那就很小众的爱好嘛。然后他、什么推牌？就是指尖陀螺那种类似于，也是解压的，就那种东西。那种有好的，特别好。那种有特别好的。那最有意思的是面交，其实我有时候去过吗？我去过呀。他卖给你是想确保你，他可能是个玩家，他想确保你不是黄牛，然后就是你能通过这些过程，其实能交到就是你喜欢的这个玩具的这种，能交到这群爱好者朋友，垂直朋友，对，很垂直，很有意思。毛线也不大，不大，但是他其实他不大的，对啊，我96，没开始跟你介绍相亲啥的吧？这谁谁家的孩子，你们一起吃个饭呀？其实有过，就我爸就说，你看你要是结了婚生了孩子，你看我还能带一带。我爸是喜欢小孩呢，他是喜欢小孩呢，所以他就特别希望，就是你知道吧，就是他能赶紧当爷爷，然后呢他想带，我爸就说，你看我教育的这个思想这么好，你看就让你教育就给你就教坏了，你让我来教。